针、两针、三针，好，这三针是不勾的，在第四针里边穿进去。好，一个减针，四个线圈，然后前面两个，最后把这三个线圈同时拖出一个、两个、三个。好，这样就是咱们的一个减针。这样减完针以后，它自己就这样凹下去了。好，接着又是开始勾长针，好，一个了。咱们要勾，还要勾五个长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这样就是一模一样的勾法了，一个花型了。咱们其实这样就是一个花型。接下来这里凸出来的地方，咱们又是加针，在同一个孔完成。好，首先勾一个加针，然后一个两个辫子针，然后接着又是一个加针，勾完以后，接下来要勾五个长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五个勾完以后呢，咱们又开始减针了，绕线穿进去，勾出来半个长针，好，只绕一半，中间空三针不勾，一个、两个、三个。好，空的三针没有勾，在第四针里边这里，然后绕线穿到第四针里边，拿出来绕线前面两个。好，这个时候三个线圈，这两个呢是两个未完成的长针，同时拖出三个线圈。好，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减针。接下来又要勾五个长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呢，就一直往下勾，勾到最后这个地方咱们再来讲，就是跟上一圈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勾到还剩下最后一半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好，大家先把自己的先勾好。好，咱们勾到最后的这个还剩下一半的时候呢，咱们来开始。好，这个地方一样是一个加针，凸出来的地方是加针，然后两个辫子针，然后再两个加针。中间的方法呢，咱们都是一模一样的勾，凸出来的地方就是加针，凹下去的地方呢，咱们就是一个减，就是减针。好，加针完成，接下来剩下最后几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五个勾完，咱们还剩下最后三针。看一下，这个是一针、两针、三针，因为最开始咱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减针的，也就是咱们只管勾完五个以后就是最后一个减针。绕线拿出来半个长针，然后再绕线空一针不勾，在最后一针里边，或者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大孔里边，看一下立起立针的这个大孔里边拿出来，然后拖出前面两线圈。好，这个两个未完成的长针，三个线圈同时拖出。好，咱们第二排呢就勾完了，看一下，就是这样的，看出规律了吗？就是从第二排开始，每一排都是一模一样的勾法，每一排就是除了第一排咱们有些地方不一样，第二排开始每一排都是按照第二排的方法。这个地方加针加针加针，好，凹下去的地方全是减针，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全是减针。好，咱们继续。好，现在继续要换线，咱们看一下。好，先把这个线头剪短，拿出要换的颜色，按照同样的方法拿住线头，这边留一些，把钩针拿起放到钩针后边，
一个，两个，三个。好，三个线圈勾完，把这根绿色的线拉紧，然后反过来，先把好这个毯子给它反过来，把这个线头给它放到外边。接着又是开始第三圈绕线，这个是咱们的第一针空，然后第一针对应上来的是这一个起立针，然后第二针不勾，在第三针里边开始勾长针。好，绕完线以后穿到第三针里边，这两个线头呢给它放到钩针上，绕线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一起给它藏起来。好，勾长针，这样相当于是一个减针。好，接着开始勾五个长针，一个，两个，三个，这个线头放到上边，四个。五个，好，这个线头藏完以后放到一边不管，咱们最后再来收拾这个线头。好，勾完以后绕线，凸出来的地方也是上一圈加针的地方，咱们按照一模一样的方法勾一个加针，两个辫子针，一个加针，勾完以后，紧接着这边是长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勾完五个长针以后又是减针了，绕线穿到这一针里边拉出来，绕线前面两个线圈，然后空三针不勾，一个，两个，三个，在第四针里边这里，好，捏住这个地方，绕线穿进去，拿出来，前面两个线圈。好，这个时候勾了两个未完成的长针，三个线圈同时拖出，这个就是一个减针。好，接着又是五个长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勾完以后又是加针，大家只需要就是重复上一圈一模一样的勾法，两个辫子针，一个加针，然后五个长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数一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然后又是减针绕线穿到这一针里边，前面两个线圈。好，这个是半个长针，然后绕线空一个，两个，三个不够，在第四针里边穿进去，拿出来，前面两个线圈。好，三个线圈同时拖出，这个是减针。好，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呢，咱们先给它勾到最后最上边的这个地方，咱们再来讲一下最后结尾的这个地方。好，咱们把花型呢勾完了，还剩下最后几针，加针勾完以后继续五个长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还剩下最后三针，看一下，一针，两针，三针，这边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三个辫子针，一个，两个，三个。好，中间空的这一针空着，然后把第一针和第三针给它减针，每一排都是这样的。最开始其实咱们也是这样的，只不过这一针呢咱们给它变成了起立针。好，好，半个长针，然后中间的这一针空着不够，在下一针最后一针里边给它勾一个长针的半个长针，然后三个线圈同时拖出，这样就完成了。好，
整个毯子呢就是这个方法，每一圈勾完以后剪断线换线，做引拔针反过来继续勾。好，刚刚呢我已经重复了这个第二排和第三排，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呢一圈一圈一排一排的勾下去就行了。然后比如说咱们就勾到这个地方，咱们毯子就结束了。大家到时候勾的时候呢一共是14团线，大家勾到一定的长度以后呢觉得可以了，就不必就是要多少长度就可以的，就不需要就是一定要勾到1.8米呀或者是怎样。大家勾到自己想要的长度以后呢，这个线呢咱们给它留差不多有10克，每个颜色咱们给它留10克左右或者12克左右呢，咱们要做这个毯子下边的流苏。好，咱们看一下这个方法，就是勾完以后咱们差不多留小一小团左右呢，咱们来做流苏就行了，就10克或者15克左右每个颜色。好，勾完以后比如说毯子咱们要结束了，勾到这个地方，然后咱们再给它立一个辫子针，然后断线，线头留一点。好，就毯子就完成以后呢，咱们把这些线头给它整理一下，中间的这些换线的线头咱们一定要给它藏好，就免得最后再来一个一个的藏的话会很麻烦。就是咱们换线的时候就给它勾的时候就给它一起勾到这个短针的针脚里边，看一下，就这样跟着带过来。好，给它拉一下，这边上没有这个就是凸出来的这些线圈，然后给它剪短。好，咱们这样呢剪完以后呢，剩下的线头呢咱们就只有这两个了，然后这两个的话咱们就用这个粗的这个缝衣针咱们给它藏到毯子里边。好，就这样给它藏起来就可以了。这边是一样的，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花型呢，咱们还可以勾抱枕，勾两片然后给它缝合起来。如果大家不做流苏也可以，就是看个人喜欢，不做流苏的话咱们可以把毛线全部勾完，做流苏咱们就要给它留一点，勾到自己想要的长度以后呢给它留一些这个线团。好，藏好以后给它剪断，因为这个毛线是有弹性的，咱们勾完以后给它整理一下。好，就这样。好，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流苏的做法。大家准备好一个就是可以固定线固定这个毛线的一个长方形的一个这样一个固定的东西。好，这边随便找一个盘子，大家可以用手机或者直接用手这样缠就可以了，怎么方便都可以，因为在最后咱们都要给它整理清楚的。好，随便找个地方咱们给它这样绕线，做这个流苏很简单的。好，咱们给它绕，如果绕厚一些这个流苏它就会更饱满一些。可以用手机来固定，如果绕厚一些咱们就给它就会更饱满，如果绕少一些就更小。好，差不多了，这个大家就目测，就是根据自己感觉来绕就可以了。断线，首先给它剪这个线头，放旁边备用。随便找个地方咱们给它这样穿过去，打死结。好，教大家一个方法，如果这样打一个死结它会散掉，咱们给它这样绕两下，如果直接这样它就会散，咱们再给它绕一下。好，这样它就不会散，就是拉第一下的时候它就不会散。再给大家看一下，好，一下再给它绕一下，
这个方法在做那个毛球的时候是特别实用的，因为这个毛球它比较厚实。好，咱们再给它在后边再给它绕一下线，再给它打样个四结。好，弄完以后给它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呢，这两个线头咱们先给它放到一边，先这样。那么咱们这样给它拉长，把这下边给它剪断。大家可以，其实没有必要就是绕这么长，有点费线，大家可以绕短一点，用手机来绕就可以了。整理一下，拿出另一根线头，绑在这个，给它绑一个头。给它拉紧，拉紧以后给它打两个四结，同样的方法，绕一下再绕一下，拉紧。好，这样打结的话，第一下它都不会散开，它不会松掉。好，第二下咱们可以直接打结，再打一个，完成。好，这个咱们可以把这根线头用这种缝衣针给它穿到这下边来。好，这样呢咱们就这外边就没有线头了。然后根据自己的喜欢，长短根据自己的喜欢来给它修理一下。如果大家喜欢长一些，就给它剪长一点。大家如果线不是特别够，就不要绕这么长，就找一个短一点的，距离稍微就窄一点的东西来绕。如果这样绕长了的话，咱们有点费线。大家可以在毯子不是有四个边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在随便在哪两边给它系上就可以了。如果系三边、系四边也可以，给它系疏一点。咱们没有固定这个流苏要做多少个，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线量。如果大家勾的毯子比较长的话，预留的线肯定就要少一些，那咱们就做的这个流苏肯定要少一点，就是没有固定要做多少个流苏。好，咱们拿出这个毯子。好，做好以后是这样的。咱们随便找个地方，大家可以在这里，就是往下面的这个凹下去的这个地方，对，咱们是这样的。勾完以后，咱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左右两边都给它吸一个，然后这个这样。我的那个毯子的话，咱们是中间空了一个没有吸，空了一个没有吸。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这个流苏量，如果流苏做的比较少，也就是毯子预留的线没有多少的话，咱们可以给它空两个这个尖尖，给它间隔起来系流苏就可以了。这个就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好，把线勾出来，就也就是大家自己一定要把这个线量留好，要打两个四结。好，打完以后这两个线头按照刚刚这个方法，穿到这个里边。好，穿进去以后给它整理一下，然后剪断。好，这样呢咱们就完成了，就是这样。大家可以空一个、空两个、空三个都可以，然后在四边我是在长的两边系的流苏，那这样的话可以做沙发垫，
如果是做毯子的话，咱们就是盖的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不用吸流苏的。如果做桌垫的话，咱们可以四边都给它吸上这个流苏，不要吸，间隔就要开一些。好，间隔要开一些，就不能就是密密麻麻的这样吸上。好，整个毯子的话，咱们就是构法就是这样，然后流苏的做法也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根据就是自己的喜欢来决定这个颜色还有排列。这边给大家的。